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距离有点危险。哪有美人鱼这么主动的？不是应该等王子发现了吗？王子发现早就变成泡沫了呢。我这是美人鱼呀、喜欢主动一点，这样子生活才有刺激呀、生活哪有这么刺激的？这样才有活着的感觉，要不然没有刺激的人生就像一滩死水。是谁让我孤单寂寞，不懂一个人去生活，别再说心多痛，再转身以后我不再执着对与错，是爱让我孤单寂寞，记住这最美的邂逅。你怎样啊？吃炸药是不是？谁吃炸药了？是你，我又干嘛？你有必要那样吗？都不知道第几任前男友了。所以你是介意我刚刚跟 David 亲吻拥抱？哎，他是美国人，礼貌好不好？美国人，美国人怎么了？我也是美国人。该不会嫉妒啊？他有，你没有？怎么可能？你疯了吗？想要，我可以给你啊。真的吗？我只有一次机会，我说过让你记得这一切，你认真我就认真。虔诚的一点点，我问你，今天晚上去面包店领钱的时候，面包师傅把你拉到旁边去说了什么？你没有啦，他说他想追我。啊？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你还是把男朋友当 USB 即插即用啊。我今天发现到他长得还蛮帅，他这里还有颗痣，很可爱。他身上充满着草莓面包的香气，很香啊，而且我又喜欢吃草莓，每天吃草莓感觉也不错，一起做面包，一起聊天，好浪漫啊。恋爱中啊，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再跟他深情的拥吻，那感觉真的是。专属我的吻。
念书。哦，我大学联考也没有那么认真过啊。来的话，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喂，啊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睡那么熟啊？奇怪，白天睡过一轮，现在又睡，你干嘛？想当睡美男啊？那我就配合演公主好了，我用我的长吻来唤醒你。睡昏了吧，爱德华，小爱，臭小爱，哟，怎么会睡那么沉呢？你该不会把我当成是抱枕吧？哎，哪有这样的？应该是宠物陪主人啊，怎么是主人陪宠物呢？喂。好吧，这样也不赖，那我就不用念书了。是你让我不念书的，不是我偷懒。